躲在国国了啊！你国了啊！我给你表演一道啊！那我躲在树里抓蠢人。我就知道你这个猪头侠，每天都搞新花样。没想到你狠起来连自己都打，你可真是六六六呀！哎，广哥，你这又是什么玩具啊？我这个玩具很厉害，把这个鸡蛋往中间一放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神奇的超级宇宙武器。哎，你这个武器不对着我呀！怎么样？看到了吧？这个武器很厉害，老拉来拽拽一下。哎，大广哥，不要对着我呀！别担心，这个武器只是让你们睡一会儿而已，所以这叫睡觉枪。怎么又让我睡着了？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玩个新的玩具，这两个你已经看到了。这是什么呀，大广哥？这是两个灭火器呀，你没有看到吗？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太好玩了。这个玩具不是这么玩的，看好了，我来带你真正的使用它。这怎么使用啊？别着急，这一个玩具非常有意思，走，我们去找一个小伙伴去。我知道了，你要去找马里奥。哎，你们两个坏蛋，干嘛又把我叫来呀？哎呀，把这两个罐子站在我的身上，有没有搞错？大广哥，就是啊，你把它弄来，不会让我欺负他吧？大广哥，你可真的是个大坏蛋呀！我不想跟你玩。马里奥，别着急，我把这两个罐子打开，这样你就可以体验飞的感觉啦。